我朝你们看看。那个假车库，假车库。哪个假车库？团训吗？下边，对。哦，有车，我看到，但人没看到。我走了。没事，咱们去。哎呀，咱们也没车呀。他应该有。哦，没事，咱们可以走这边。待会儿咱们找海景那边，看见海景那边有没人。没有榴弹发射器。那下面应该不会有人了吧？车在那停着。魔上来了，感觉强点。还有没有？干到俩，石头下面干到俩。来了。他在补我，就一个。快血压，快血压。石头下面哪？哎，木神，右边就这个，往下走，这个脚对，就这个脚。我要打那个人机，不是，哎，石头下面吗？是这里。对，就这个石头，对，就是。跟我说呀，我一直看这里。一直在说这里啊。你他妈说木神，我都不知道你说谁的方向。我说七宇，我干倒俩就对了。没了。还剩两个人。我去。哎，那边有辆车。妈的，我瞬间干倒俩。对了，来，一起走。我这车，等一下。把他雷了，下十个，捡不下。妈的，举报。啊？举报经理。他捡点雷。可以举报。气杀十个。气是可以干倒。哎，我干倒仨，那气可以直接压过去的。气去打雷击了。你一直不跟我说，我又不是哪个位置。哥，我一直说你右手边，我听到你说木神，我就没去管了。他说的是木神，对。对，我听到你说的是叫木神。你说木神就你面前的那个。哎。哎，有人打。两下石头，看到没有？上面。两边，我面前330一个，330。把这个打了去，就一个了。330，快点，330就他最后一个了。就在我旁边，你们跟我说让你们做什么？我来呀，这里是啊。哇，气都凉了，少将。